到底硬，胆何处得来？
还敢回来？何苦回来？正根气，还要师父的脑袋，就为在这黄风谷底一时快活。小施主，老衲乃是小须弥山之主，法号灵吉，也是这蜀药的看管之人。大圣陨后，六根不灭，散落到了世间。这贼鼠私下寻得其中一根，因自身修为有限，难以炼化，于是生了歹心。我不慎中了他暗算，连头颅也被他一并割去，做了存放根器、修炼邪法的容器，连带黄风岭再次生灵涂炭，我之罪也。此番重回大道，全赖施主智勇无双。这世上应只有施主一人有资格保全此物，来吧，替我收好它。
人也，兽也，佛也，妖也，众生自有根器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。你说对吗，孙悟空？风沙里走了这一遭，可曾寻到天尽头的古国？又可曾撞上虎鲳坠崖，石头打架？只怕你聋了耳，又乱了心，越是贪图完满，越是搜不干净。鼠与虎都一样，没天命又不认命。小猴子，你听，那风里传来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声音。